的内部呢还有大量的这种可溶盐，盐分呢在脱水时呢。目前通过我们发掘出水的文物判断的大致这条船的年代应该是属于元代晚期，所载的船货呢基本是以龙泉青瓷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龙泉青瓷是中国第一种走向全球化的商品。